The Nest.我们的烧水是正确的、批准的。All right， 蔡长勇先生，你倒吧。你负责倒啊，你给他每一个刚刚好就够了，因为他不是煮水。啊啊，哎呀！首先，先关掉那个火。哇哦！OK， 有请蔡长勇为我们倒进热水。你最好小心一点，小心啊，会热哦。No help, no help. 你脚重，我一定要起来。OK， 刚刚好哎，热水。哇，这刚好。长勇。还可以再运动，准备自己。三分钟后，终于可以倒掉里面的水了。有请这两位女士。终于到了这一刻，我们可以倒配料了。现在，我刚才讲不要喝一滴水，因为我要喝 honey。准备了一罐 honey， 应该可以救了我的性命。常有准备一杯水，给我讲出来。不用紧，我们还有 donut 可以解辣。OK， 现在我们可以倒了。啊，来啦 ！OK， 找哪个先呢？我是一样的呗。最后再放那个。什么 ？OK。OK。我已经准备好，我叫妹妹啊。准备好了。哇！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呼呼呼呼！呼！啊，很开心。很开心。这样子两口就给吃完了。我根本就把它当这个宵夜这样吃吧。对呀、啊，我好想吃宵夜哦。OK。来，戴墨镜一下，我来。修华一下。时间。时间是0:00，准备开始了嘛？大家，要往放那边，要放我的行李。OK， 准备 ，3，2， 韩国拉面 ，One Action。
我相信经过我这样多训练，我可以在两分钟内是吗？加不进来，不好意思。苏珊是个很喜欢吃辣的人，然后其实他是真的是不辣辣，你看他极享受。可是他嘴巴也是肿的啊，是嘴巴辣，不是我辣。那个是什么？要学习控制，不要被那个辣控制你的身体，你要控制那个辣。哦，像苏珊这样啊。过来就。啊、我肚子痛啊！长哥肚子痛啊，还要去厕所、啊。书生，吃完了。是。他很淡定的脸。啊、
这个是冠军奖杯、哦、一个全新的麻辣酱去杨宝贝应该比较喜欢，所以我们送他一个，我们送一个 Yay! 另外一个奖杯，奖杯送你这个 donut 奖，吃了会甜甜不会再辣。谢谢大家收看这个特这个比赛，谢谢，那感谢，晚安。泪光无处的，这叫做辣到麻醉了。李老师，这个牌问题。谢谢大家参与。为什么这是冠军？我没买过爵士。你吃的开心吗？你的宵夜？他还在没喝水。他还没喝水。我也是没有喝水，我喝蜜糖。这么这个是五个。谢谢大家收看，和平，祝。Matter how hard you try, keep that in mind. Now design is trying to explain in due time. All I